小朋友好，我是珍珍老师。今天珍珍老师要跟小朋友一起上数学课。请小朋友拿出数学功课第四本。今天我们要完成第九页到十六页，请小朋友打开第九页。第九页是我们以前练习过的平均分配。平均分配要怎么做？今天我们上课的时候有练习坐车子，我们再复习一次吧。大象班有十个小朋友，十个小朋友要一起出去玩。珍珍老师叫了两台巴士，请问一台巴士可以坐几个小朋友才公平？怎么做呢？因为有两台巴士，所以我先把两个小朋友圈起来。为什么珍珍老师要圈两个小朋友？因为啊，第一个小朋友要给绿色的巴士，第二个小朋友要坐在红色的巴士，两个小朋友坐在两台巴士里，这样子小朋友会不会继续坐呢？两个小朋友圈起来，绿色的巴士，红色的巴士，两个小朋友圈起来，绿色的巴士，红色的巴士，两个小朋友圈起来，绿色巴士，红色巴士，两个小朋友圈起来，绿色巴士，红色巴士。每一台巴士里面都有五个小朋友，两台巴士里的小朋友一样多，我们可以出发咯。现在回来看我们的第九页，我有四个小朋友，他们要分这么多的旗子，四个小朋友，所以请小朋友先把四个旗子圈起来，分别分给下面的人，请你自己试试看吧。第十页也是平均分配的概念。十一页，小朋友只要数一数，有几个黑色的圆圈圈，填在正方形里就好咯。十二页还有十三页，都只是数圆圈圈的功课，没有很难。第十四页还有十五页，请小朋友数一数，上面有几个图案，把对的数字打勾。最后第十六页更简单了，请小朋友找一找哪一张图片跟题目里是一样的，将它打勾就可以咯。今天的功课我们要写数学第四本的第九页到第十六页，请小朋友加油完成今天的功课。最后请小朋友跟珍珍老师一起做护眼操，
保护你可爱的眼睛。Hello， 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帮眼睛按摩吧。伸出你的大拇指，比个赞，把你的大拇指反过来，闭上眼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第二个动作，伸出食指，放在鼻子旁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第三个动作，伸出食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第四个动作，伸出食指弯勾勾，放在眉毛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第五个动作，一样伸出食指，在头的旁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我们再来做一次。第一个动作，伸出你的大拇指，比个赞，把你的大拇指反过来，闭上眼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第二个动作，伸出食指，放在鼻子旁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第三个动作，伸出食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第四个动作，伸出食指弯勾勾，放在眉毛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第五个动作，一样伸出食指，在头的旁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
十。谢谢小朋友，要记得让眼睛多休息，保护你的眼睛哦。拜拜。今天的课上完咯，谢谢小朋友，祝福小朋友有美好的一天，拜拜。